Jude Bob Waltz， 今天真的是有点给他中暑到了。哎，刚 Toshi 上的衣服大概已经湿了两遍，又干了两遍。哎，然后他还是很敬业的，穿着他厚重的西装外套。没办法，要维持这帅气的程度，就是必须要忍住这热气。对，我比较偷懒，我就穿一件背心。哦，那他也是。OK， 好，那接着再来下一首歌曲。那哦对，在介绍下一首歌曲之前，我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的乐手。OK， 那在我们的鼓组上面，我们的鼓手 Takeshi Sakamoto 也从日本来，我们的社长老大，社长大人，他中文很好，而且他单身哦，确定单身哦，非常确定。他虽然说在台北，但是他可以不辞辛劳，这样这一次来爵士音乐节跑了三四趟、四五趟，就是一直跑，所以如果交了女朋友，我相信他也是会一样用心的。对，然后那中间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贝斯手 Toshi Fuji， 藤井老师，藤井俊峰老师，非常敬业的穿着西装外套的贝斯。好，那我是 Mark， 谢谢大家，当年的。好，那一样，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介绍我们的歌曲。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《Fight Korea》，这首是《Crystal Silence》。
Thank you.
Thank you.
谢谢 Crystal Silence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。